我们想通过暑期的一些研学活动，特别是现在正在举办的啊非遗祭，啊非遗祭的活动呢，能够传播到我们的校园，让我们广大的学生啊能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璀璨的啊这里边丰富的内容，啊进行那种啊研学。可能高考结束的有一部分的大朋友们，然后可以跟着同学们一起来进行毕业旅行。那这一部分人群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些纯嗨玩的，然后这种打包的这种产品。通过这样的一个机制，既保障了我们游客消费者的权益，也保障了我们商家的一个基本的权益，也是为我们游客度假旅游出行游玩呢提供了更好的这样一个服务保障。